之前 Sony 正式发布了 PlayStation 5的外观设计，它的外壳采用白色包裹黑色的夹层设计，中间还透出蓝紫色的光，跟历代 PS 的设计风格差别很大。网友们都很不适应 PS5 白色的机身，觉得外观设计很奇怪，一时之间相关梗图层出不穷，大家的脑洞都太大啦 Q 的，未来就在眼前。赵东戴上 PS5 造型的帽子，将游戏王海马赖人还有 Detroit Become Human 康纳的头搭配到 PS5 上，看起来毫不违和。知道 PS5 的价格后接受不了，这 PS5 未免太妖娆了吧。看到 PS5 的外观设计后整个人都慌了。你 vs 那些跟你说不要为 PS5 担心的人。PS5 的设计跟漫威英雄的制服有点像。这是同样的设计概念吧。WiFi 讯号更好了呢。不 ,Sony, 快停下。这不是动画杰克武士中的阿库吗？很像魔戒中的索伦之眼。PS5 的外观设计带给人无限的想象，在杜拜建造一座这样的高塔，应该也没有违和感吧。PS5 造型的摩天大楼， PS5 真人化后竟然这么美。有人分享出自家空气清新机的照片，根本就是放大版的 PS5。 很多网友都表示不喜欢 PS5 的全新外观设计，因为前几代都是黑色的，不然变成白色设计不连贯。不过主机的外观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游戏好玩，大家应该还是会掏钱吧。延伸阅读，来源 Twitter。